乐乐咖啡，哎，这名字取得挺特别的啊。里面好像地方也不大啊，沙龙剪头发的地方。冰棒是集市，应该是没有的，我们就进去玩一玩。从这边走，这边是个咖啡馆。外国人就喜欢来这个地方。Hello， 从这里走。哦，现在白天你看都没有摊位啊，只有周六周日，周六是一些主题派对，比如说一些什么献爱心啊、农产品啊之类的。周日，对，周六。周日呢，就是一些，年轻人比较爱的服装啊，饰品、发饰啊，一些卖一些小酒啊，小食小吃啊，还有算命的，还有算命的，对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年轻人周六周日很适合来这里，谈个恋爱啊，对吧？休息休息。正好看到人家在拍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拍电视还是拍广告。这是谁呢？我也不认识啊，好像我一个都不认识。这个是一个做手工陶艺的一个地方。只有老师和学生可以在里面吧，大家在学习怎么做陶艺。这个应该就是他们自己做的手工艺品，然后拿出来卖。还不错。前面那个什么 ？Game 什么 ？Luna。哦，桌游，是吧？桌游的一个。暗室逃脱。密室逃脱。没玩过，从来没玩过。地方还蛮特别的啊，有各种各样的。来，这里可以了。正面这个是一个餐厅。也是那种简餐类的。哦，这个还有一个针灸的地方，拔罐针灸的。这家店是一个小的，卖这种布头做的包，还有缝缝衣服啊什么的。这个 Auntie 一直在那边，你看，做衣服之类的。平时的话，周一到周五人还是比较少的。这是一个小的酒屋，这边旁边是一个花圃。这些花都能卖的，然后里面是卖这种小的装饰品啊、首饰啊之类的。好，这边写店内不能摄影，那我们就不进去了啊。好，基本上这个黑鹰巴士里面差不多就这点东西，大家基本上都看过了啊。在周日、周六周日这边旁边啊，这些路石子的这边路旁边都会放了很多摊位，包括上面这个平台也会放了很多的饰品和摊位，可以过来游玩一下。好了，走到了光大下面啊，我们终于要进去了。
走了一上午，好累啊。旁边这个是个酒店。是什么酒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住过。啊，我后面一家小店是卖学生用品的，这些书包啊，还有孩子校服定做。这里应该算槟城最最市中心了，应该是。哦，警车，开过去了。啊，警车的摩托车好酷啊！是啊，好帅啊！这里的交警身材都是有要求的。我这个标准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对身高有没有要求，反正就是不能胖出来，一直要保持一个体重范围。你搞得我像小矮人一样。这个过马路确实是的，到一个新的国家，这个过马路就是有点迷茫、茫然。肯定。哎，我们说这样可以。这是啊，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走过去？对，在红灯呀、啊。等一等。我听说听桥。啊，这也是个 hotel。啊，左边这个。这边也是个 hotel。来看看。耶，等等等，啊，有九十。这 hotel 应该是复式的，好像看起来。看这样子啊，这个绿灯蛮长的，有九十几秒。就是叫你进去买东西的，知道吗？想多了吧，人家就是一条主干道。走。哎呀，吹空调。哎，那边又有个帅哥在拍东西吗？这个帅哥穿的好colorful。看看这下面是什么？这什么店啊？饮卖饮料的还是什么？哦，缝纫用品。哎，算了。缝。卖楼。啊，从下面过去。不坐电梯啊？凉爽多了。其实不在太阳里面还可以啊。哇，这下面有很多店铺的。哎，我们进去看看，肯定有很多吃的呢。哦，超人也在吃，你看。太逗！你明天穿个蜘蛛侠，我来拍你。不要，我喜欢钢铁侠。哇，下面还有一个是。炸了是吗？啊，哦，这里呢。哇，这就是什么？哇，像人家马来，你看看，马来人的鸡块，你看，看看看看看，鸡块，还有这么一个东西，一样的，那是 condom 是吧？你很懂的吗？现在？哟，这鱼好像还不错嘛。嗯，可能是有点像石斑鱼。这个金鸡饭环境好好啊，那边还有炸鸡啊！现在我都会说这个叫鱼干。什么？鱼干。鱼干。一起干了，就是。啊！一起把它干掉。我把你专利了。炸鱼、炸鸡，这些都炸的。啊？为什么这个店环境还不错啊？啊？老板是华人。不知道怎么点，走吧。一头雾水。走出来呀，走出来。哎呦。哎，如果是旅游到这边的话，这边下面经常是叫 taxi 的地方。
对。对。哪个？手上捧着一盘炸鸡，就是要进去我们前面那个妈妈档。但他从对面走过来。哦，他可能炸好，餐厅不在，厨房不在这边。哦，这边你看下面其实也有很多吃的啊、哦，你看，停车场还有吃的，这冰城吃的东西真的无处不在。对面好像也是啊。对。旁边是个公交总站。枢纽。啊，公交总站。你看这个好像一个饮食中心一样。你要去看看吧。前面那个门呀、啊！啊，对。哦，这也是个大。对啊，你想，公交枢纽旁边肯定是有很多吃的东西的地方，吃东西的地方，对吧？啊。属于到马来人的那个。对对。还挺大。你看，这就属于一个公交总站嘛，里面你看还有休息的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光大帽来喽！哎呦，小朋友，哎，天开始热了啊！大巴都来旅游了。还跟我招手一个，好友好友，你要在大巴上还跟我招手，对呀，好像很多都小朋友嘛，是啊，好友好友，好像是小朋友来过春游的感觉，我有带，哇塞，我以前是我坐在大巴上面，然后别人跟我招手，现在反过来。没有好吗？你才不会跟别人招手。